警察教我们的事情。一二四这个，快点来！现在看那么多，一二口罩戴好了吧？把口罩戴好了，说有错吗？你过来。怎么了吧？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了？哎，过来过来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说错了呢？我们怎么说错了呢？我记下来，把口罩戴好了，说这句话有没有？是的呀，我们录音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已经录好了。你们说句话完了没事。来，走过去。走，我这边走过去。过来，过来。大白还抓走了，不能把他抓走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干嘛看我把他抓走？我不能走的，提早来把他抓开。说错了，下面走，下面走。不是，我走。站人！快点拍视频，拍视频，拖走，拖走，来人！来人，来人！别怕，别怕，看到没看到？我们没有聚集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往后退，别往前靠。往后你们警察凭什么这么做？你们可以拍，不能影响执法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不影响执法。不，他只是说让你把口罩戴好。他哪里一句话说错了？我们已经全部拍下来，他哪一句话说错了？你们自己说的，不要聚集。你把口罩摘下来跟我们说话，他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。他哪里说错了？看你问的吗？他的情况是你问的吗？警号多少？警号说出来，我们也不在。